我们更连着根，同一个光荣的祖先，我们心连着心，心连着心。大树，我们更连着根，同一个光荣的祖先，我们心连着心，同一条善良的血脉，我们还连着爱，同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魂连着魂。鲜花悄然山林，让山林充满欢笑，让欢笑酿造安宁，让智慧清洗日月，让日月装满纯真，让纯真化作力量，让力量铸就乾坤。哦嘿让鲜花充满山林，哎嘿嘿嘿哟，让欢笑酿造安宁，让智慧清洗日月，让日月装满纯真，让纯真化作力量，让力量铸就乾坤，哎嘿哟，让力量铸就乾坤。雷神，珠儿来了。雷神，珠儿，这肉是你烤的吗？是不是？嗯。你把它烤糊了。烤肉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还在想西，对吗？求求你放了我吧。好，我答应你的要求。真的？真的。你走吧。
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离心离德，背叛我们的雷部落。雷神，那女娲呢？女娲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朕明白。心里有事儿啊？你有没用神草占卜，怎么能算出来我心里想什么？你别瞒我，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在想雷神。是啊，我在想雷神大。我和他分别那么久，他看上去苍老多了，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再坚硬的冰块也有融化的时候，我想你们会和好的。哎呀，真不错。是啊，回去啊就拿给伏羲看看。哎，还夸赞。好，咱们把它收起来吧。好，好嘞。这碗啊真不错，到时候伏羲看了肯定会很高兴。那就好了。你看，真是。女娲，女娲，你是？我是朕呐。朕。哎，朕，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找我？啊。哎，
你不是一直跟着雷神大吗？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呀？是雷神派我来的。哦，是我大派你来的。哎，我大大身体怎么样？他年龄大了，胸口时常疼痛。昨天与伏羲交手，回来以后心口疼得更厉害了，躺下就不能动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了？情况越来越糟，恐怕是不行了。真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雷神清醒的时候，他就喊女娲在哪儿，我要见见女娲。女娲，你要是不回去，恐怕就见不着他了。啊？好，我就去告诉伏羲一声，马上跟你去。不，伏羲雷神积怨太深，你告诉了他，恐怕伏羲就不会让你走了。你还是跟我走吧，啊！也好，我现在就跟你走。哎，等我走远了，你再告诉伏羲，就说我大病重，我去雷部落看看，我马上就回来啊。好。走吧。啊，快走吧。你说什么？到雷部落去了？是的。雷部落来了人，说是雷神病重，想要见见女娲。什么？快走。爸，你病了吗？你就这么希望你大病倒吗？爸，够了！我没你这样的女儿，以后你也不要再管我叫大了。那我走了。
站住！你想走就走得了吗？伏羲，伏羲是我们雷部落的仇敌，可你却投入了他的怀抱，与他生儿育女。你是我们雷部落的叛逆。女娲，你是我们雷部落出来的人，你应该知道我们雷部落对待叛徒的规矩吧。我知道，凡是叛逆的人要乱石砸死，分食他的肉。女娲，你是我的女儿，我不能因为你破坏了部落的规矩，那么谁还会再去遵守呢？来人，雷神，雷神，把女娲带到图腾柱前乱石砸死。雷神，我求求你，你就饶了我们的女儿吧。饶了她吧，饶了她吧，雷神，饶了女娲吧，雷神，求求你了，饶了她吧，雷神，饶了女娲吧，就饶了她吧，是啊，饶了她吧，饶了她吧。雷神，女娲可是自己回来的。女娲自己归回部落，应该免她一死。对对对啊，应该免她一死，别砸死她，免她一死。是啊，是啊。好吧，既然是这样，哎，那就免你一死。哎呀，这就好了。是啊，女娲有了。不过，从此以后，要皮锁捆身，严加看管，不得离开部落一步。
们去找妈妈吧。女娲一去不回，一定是雷神把她给扣了。雷神这个人凶狠残暴，他会不会对女娲下毒手呢？女娲，首领，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们把部众都开过去，看俺的雷神敢不把女娲交出来。对，把雷部落围起来，让他交人。他要是不交，我们就和他拼了。大家都去，就会变成一场拼杀。我想我和木叶去见雷神，看他究竟说什么。愿和首领同去。嗯，其他的人由少随领着，在后面接应也好做个防备。听首领的。听首领的。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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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起来，起来，怎么大家都起来。全部落马上转移。转移？为什么呀？哪儿去呀？为什么？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转移！快快快，快走，走吧，走吧。雷神，这就走吗？哎呀，你想想，女娲没有回去，伏羲不会不管吧？哎，不过我这可不是怕他啊。那当然了。首领，快点快点。不过我们也犯不上和他纠缠啊。嗯，走了走了，走。对，对对对。女娲，走。什么事？部落转移，快。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快走就是了。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快。你看，那就是雷部落的驻地。我去和他谈谈，大家不要轻易动手。你说的对。好像没有人，人都到哪儿去了呢？
你看，看来他们已经走远了，火灰已经凉了。木爷，你看。什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听说是远方来的龙部落，在找雷神，问他要什么人。哦，至少我们的附近又来了一个龙部落。嗯，听说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部落，首领叫伏羲。咱们的日子恐怕又不好过了。嗯，是啊，当初咱们附近来了个雷部落，让咱们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又来这么大一个部落，咱们智部落怎么生存下去呀？是啊，现在野果鱼恐怕更难弄到了。大家又要挨饿了，哎。我有一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快说呀！说呀。他们不是在找人吗？我可以给他们带路啊，把他们引进黑死林。黑死林那可是不能去的地方啊。前边就是黑死林，那里没有方向，是个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还有可怕的黑死病啊，它让人发热又发冷，只要踏进那片林子你就别想活着出来了。哎，来吧，跟着我走。这你在哪儿啊？
连个路都没有。路究竟在什么地方？夫人，你看，啊，这是一群猿。这就是黑死林哦，我来过好多次了。哎呀，跟着我没错，来吧。首领，你知道啊？哎，我要是怕死啊，我就不来了。嗯，走，到前面去看看。好，走，走，到前面看看。哎呦，哎呀，哎，这个地方，你听，快听，好像有人，咱们过去看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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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是在前面吧，首领？哎，在前面。哎，你来吧，好，再见。哎，朋友，你们是哪个部落的？智部落，我们是智部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落的？从哪儿来？哦，我们是龙部落，从很远的地方来。你们在林子里钻来钻去的，干什么呀？我们在找人。你们找什么人呢？雷神，你认得吗？他是雷部落的首领。哦，我知道，他呀，满脸长着大胡子，他最爱欺负人，他也欺负过我们。哎，对了，他头上有个蛇，像闪电一样的蛇。对对，他在哪里？他就在那边，他和部落就在那边的密林里。密林里，对呀，我给你带路，我带你去。太好了，木叶，你去告诉大家，让他们到这儿来。好，雷神就在前面的密林里。跟着我。他们是哦，哎，你看，好像自己走吧，雷部落就在前面的林子里呢。哦，谢谢你给我们带路啊。前面的林子啊会越来越密，当你觉得林子密得无法通过的时候啊，你们就找到雷神了。哦，是啊。哎，他们走远了，他们上当了，上当了，是啊。
密的树啊。蟒蟒啊蟒啊！哎呀，你看你看在哪儿？哎哎呀啊哎！哎呀啊！过来，过来，你看一看。啊啊，这是树。啊！哎呀！哎呀！哎呦！哎，少随，在哪儿？少随，你在哪儿？少随，救救我！少随，这儿，我在这儿呢。我还以为，哎呀，少随，你怎么了？我还以为踩在怪物身上了呢。哎，这树叶真厚，真软呐。看看你，哎呀！来来来，起来。哎呀！怎么样？母夜，少随，你们在哪儿呢？首领，我在这儿。首领，你在哪儿？首领。你打哎呦啊首领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什么都看不见呢真是哎呀都看不见传我的话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慢慢走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慢慢走一个人拉一个人的手慢慢走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慢慢走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慢慢走喝我的，你喝吧。啊！这雷神到底在哪儿呢？怎么还找不到啊？知不知道那个家伙该不会骗我们吧？是啊，是啊，这可真难走啊！这雷神到底是什么人啊？我看这雷神呐，不会在这儿了。哎呀，那他会在哪儿呢？在哪儿啊？哎呦，这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哎，少岁呀，咱们怎么？又回到这老地方了呢，首领，咱们碰到树神了。啊，什么？